我是光华列车长的2011年6月10号，熊山呢？象山段，2011年6月10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终点站象山段7:48出发的是开往象山。这高压线刚刚的时间好，由 C38 型5151变主在象山站停靠。如果你喜欢片，跟妈咱们多多点不到一起观片，感谢支持，就到拜拜。往象山，就到我先上去。